见股价回档，短短两天跌掉了40块，今天又开始往上拉。股民想问的是，这么贵还能追吗？但是全世界更想问的是，台积电到底有什么能耐 ？CNN 为了进到了护国神山进行专访，居然一等等了2年，看看他拍什么出来。而台积电什么能耐 ？NHK 给出了答案了。从攻守兼备的无人机到机可乱真的机器人，里面都有台积电的 AI 晶片，决战空中极速之巅，那要看台积电脸色啊！俊相，你知道昨天呢 ，CNN 播了一个专题，就是他们终于等了2年，是进到了台积电拍摄里面的画面，这个是一个划时代性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是为什么？因为以前的科技最神秘的圣殿叫做51区。那过去的时候，像 CNN、像 Discovery 申请1年，如果能进去，他们就觉得不得了了。没想到 CNN 要进到我们的台积电申请2年，你就知道它的地位和重要。显然，跟我们以前最神秘的51区来讲，对国际这种科技大媒体来讲，那是多神秘的地方。我们终于看到了，原来现在掌握全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台积电的一个工厂。然后在这里面呢，他们当然去访问了刘德英，也知道说里面的人才是很特殊的，这是全世界一个奇迹。细晶时代就是从台积电这边开始走向全世界。然后另外一个，他特别提了一件事情，这个世界可能因为台积电，他有去看了1.4纳米的晶片嘛，然后 A14 后面还会继续做。他特别提到是因为搞不好世界会因为它而改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特别做了一个比例，我们的 DNA， 人类是这个世界上现在有一个控制这个世界的，我们的 DNA 平均直径是 2.5纳米，现在台积电能够做到更小更精细，但是可能效率更高，而且可能不会疲倦，这样的时候会不会改变了全世界？然后当然他在拍的时候呢，台积电在我们台湾太熟了，但是国际上不太了解的，就是看到了绿色金顺乖乖。今天为什么还跟大家杀进台积电？因为股民也想问，台积电股价在高档能追吗？专家都跟我们讲，拉回找买点，但问题是它有什么基本面继续养攻的底气在哪里 ？NHK 给出了一个答案了。基本上呢，其实台积电呢现在要继续往前的时候，是因为其实越做越小，它的是效率更高之外，更省电、更耗能、更精巧，所以呢，他们这时候就想了。全世界都非常关心台湾，特别关心台积电，因为如果台积电被一个侵略性的政权拿到以后，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勒索。所以怎么保卫台湾呢？除了出兵之外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？NHK 呢就会从俄乌战争里面发现，其实无人机是台湾要自保的，或全世界确保台积电可以继续繁荣的一个关键。而它无人机就要晶片，你越小的晶片，越有效率晶片。你的无人机就会更精巧，就会更小，所以他们就去看了。以前呢是做遥控的汽车的，慢慢的也发现，哎，已经在做这个无人机了，雷虎科技。然后他们就想上说，哎，这如果它可以携带炸弹，会不会就可以变成是一个保卫台湾的武器？台湾有很多高科技的人才，有这么好的晶片，有台积电在这边，最好的技术都在台湾，所以这个无人机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刚刚不是讲到2.5纳米的人类基因吗？那晶片越做越小，那将来整个很多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机器人可以取代了呢？加拿大的 Phoenix 它就有自主的一个自主性的一个机器人，你看到没有？它的手背它是做一个便利超商，在这便利超商或者实验室，它可以拿起这个货品，非常精准的看到，然后可以贴标签，然后贴标签之后，手指还可以控过去，而且它还可以拿起试管。我们以前做化学实验都知道。试管其实很薄的，如果你力气不对就爆掉了。你贴标签，你那个其实视觉辨识跟你的那个连接的动作你要很精准，像我就有老花眼的时候就常常贴不准了，这个都做到了。原来是什么？一个是晶片又好，然后一个 VR 后面的时候 Deep Learning， 他们在做的时候是先用后面有一个 Deep Learning， 然后就把它做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关键字，一个看 AI， 一个是看无人化，但无人化结合 AI，晶片小小小小到超乎想象的那个所谓的基因等级的概念，最后还是台积电的绝美的工艺啊。是的，当然后面还有需要很多精密机械的工艺，像这个手指呢，其实坦白讲啊，我们也还不用这么担心，因为我们光手指
就有军想到47个自由度，是什么叫自由度？前后上下就是两个自由度左右，他能够做到这样，但后面的话他还是用易经，那易经的话就控制，所以至少他的手指还没有我们这么灵巧，可是总是会往前走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现在很多 Uber Eat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什么叫怎么给你外送机器人？结果他们现在呢，用六轮的形式，在日本这边六组摄影机开始练习，在比较空旷的地方帮你送车，帮你送吃的，你打开那箱子就可以吃到了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它可以辨识道路障碍。六轮其实它就来自的是 NASA 的太空工具。你要看到后面的月球车、火星的好奇号、机遇号，都是走六轮，因为这六轮其实就可以去处理这个控制。然后亚马逊呢，过去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亚马逊的仓储，对不对？对，只是用来跑来跑去运货嘛。现在他们也已经做出了无人机器人了。哇，长这个样子，这么如此高拟真，你知道人在走路那个整个维度跟运动是非常精细的。对，他走得出来，他走得出来，他可以爬楼梯，可以搬松机上物架了。跟以前只能在平面一样不一样，而且呢，车和车可以搬到16公斤，那至少就不会有劳工的一个劳动伤害。台积电的晶片无所不在，对 AI 的需求越深、越多、越广，台积电就越重要。我们来讲无人的空中载具，高姆科联来跟大家说，全世界最需要无人机来运送员工是哪家公司？正好就是台积电啊。不过要到无人机运送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，可是刚刚我不是讲到说51区吗？全世界有一家最神秘的航空公司，它的客机每天从拉斯维加飞到51区，上面没有任何编号，专门去运载因为整个51区交通很不方便臭鼬工厂的员工。那现在呢，当时台积电要去熊本的时候，人家想说这么偏远，交通这么不好，虽然他们开了很多道路，但是呢，日本人呢，西日本飞机公司就想到了一件事情，盖了一个机坪，那这里面呢，至少就是可以放直升机和小型的无人小型的飞机，先让，因为有很多像张忠谋去到那边视察的时候，还在那边塞车吗？所以开始有整个直升机计程车，就像51区一样，有专属的飞机把你飞过去。他现在呢，就开始走向这边了。可是大家在想，有没有有一天，我们人类因为有 AI 的帮助，可以从平面的移动变成是 3D 立体空间，自由自在的在空中移动？你就去坐个飞机，现在多累啊，还要通关，还要整个等飞机，怎么办呢？现在大家就开始想一件事情，空中计程车。然后大陆那边呢也在想，因为深圳到珠海，然后其实还有那个整个香港那边，每天几万人在那边进进出出很困难。他们讲说，如果有个空中计程车，他们正在实验，但是能不能取得后来成果？当然了，那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了交通的问题嘛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他们深圳里面有这么多工厂，这么多人要点餐，他们呢也开始大概跟6、7年前阿妈弄他们也有做无人机的送餐点，就是送到空中，然后到一个定点，然后你下去去拿送这个东西，也开始取做。不过真正无人的空中直升机还在往后走，但是让你自由自在的在空中就能飞了。纽约已经在实速的测试的，就是那样有点像鱼鹰机，但是还是有人驾驶的四轴的直升机，垂直起降。垂直起降之后呢，我们知道纽约呢有很多大楼有空中的，上面有直升机的停机棚，但是他们现在想要做的是，将来是不是可以直接的一般人就到那个大楼顶上，手一招就一个 Tesla 来了，直接帮你载过去，不用在纽约下面空中 Uber， 空中 Uber， 不用在那边塞车。是，不过过去大家想这么多，都有一件事情，因为它跟人命有关。那所以跟人命有关的话，你的那个测试就非常的严格，审照的过程就非常的不容易啊。审照过程是说你那个整个精准度、对出事率要很低。我们现在知道说为什么微软它的 Label 5会最后告终，是因为我们汽车里面的一个标准是，一个动作600万次只能出一次失误，你要多少测试？那是测试就很难的。对，然后再过来是安全认证，因为跟人有关。但是呢，哎，现在呢已经进展到了，就是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巴黎的奥运了嘛。今年呢，就2024年，对啊，马上六七月夏天的时候就有巴黎奥运了嘛。那巴黎的交通也很挤啊，是，竟然是全世界第一家
取得空中计程车的营业许可。哇，这个厉害了！来，我们看这个画面，他已经取得了许可，他敢载人，就看你敢不敢上机了。对，可是取得许可就代表他先前的时候做过多少次的测试，然后他只要充电五分钟可以飞行100英里，然后最后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将来无人的计程车开始成功了之后，以后也许台北下班也不会塞车了。五七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，连续6年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已经累计的总计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，非常感谢大家。重磅消息，跟大家拜托一下，我们快要突破100万的订阅，不敢冲一下，请大家老店就老卡，call更多人来帮我们按赞订阅，100万人的幸运儿会是你吗？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，然后我都会看哦。感谢您。